春节豪望大首播，金马影帝刘德华监制主演，正宗港魂警匪动作片《拆弹专家》，改编自卖座十年热门舞台剧，观众影评一致热泪推荐，《夏洛特烦恼》，老爸是女儿，女儿是老爸，不可思议的灵魂交换，荒腔走板的人生体验，妇女变错身，难以预料的烧脑神片，全韩观众感动盛赞一天，吉祥话拿好礼，除夕到初五，每晚九点，天天线上好运吉祥话，吉祥话还有机会抽中最新 iPhone X 时尚腕表，及旅天下提供的立新游轮露台海景房双人游，日韩来回机票，出国旅游就找旅天下，集越多可以抽越大的好礼哦。活动详情至龙翔LINE好友回复吉祥话。